香港女子组合 Twins 为纪念成军16年而展开 Twins LOL 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带着陪伴大家16年的青葱岁月的经典歌曲走进多伦多，换回大家的美好回忆。此次 Twins LOL 世界巡回演唱会多伦多站是巡演的最终站，由加拿大三次方传媒倾力呈现。我们多伦多应该劲一点，你们是其實我哋個演唱會就冇設叫啲 fans 上嚟唱歌嘅，咁樣就一時興起就請嚟到呢一度，就覺得因為好近啊個台，比起其他嘅地方，我諗佢哋都好 enjoy 上嚟同我哋唱一齊唱歌。LOL 是 Twins 於2015年發行的同名單曲，意為 Laugh Out Loud。散发正能量，踢走负能量，如同歌词所倡导的，要靠着笑声来发声，带你看星星，也奠定了这场巡演的基调是无比欢乐。而 LOL 专属舞台也是完美的，像一件艺术品一样。不过舞台再美，舞蹈再炫，服装再亮丽，都还是抵不过阿娇和阿萨唱起经典回忆中歌曲时刻的感动。除了有让人回味的抒情歌曲，也不乏劲歌热舞，更少不了新歌加持。前一秒也许您还在欢笑，下一秒就被熟悉而充满回忆的旋律前奏湿了眼眶。站在大院前，细心看看我的路，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，但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，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。加拿大国家电视台记者报道。